传闻有妖蛇入侵，甚至有妖言蛊惑，大唐命数将尽。王长安必定收了徒弟。长安，这什么东西？ 来的人是干嘛的？无关人等，动手别走了。有点意思。杀了我，还是个不良人，没有人会在乎。长安在乎我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